美职洛杉矶银河 VS 奥兰多城，送大家一首单，看到是缘分，下一张红单就是你的，现在上车还不晚。洛杉矶银河 VS 奥兰多城实力战役，洛杉矶银河一西部劲旅洛杉矶银河本赛季9胜5平7负积32分，在本轮联赛开始前排在西部第四，领先季后赛区外球队4分。二奥兰多城本赛季客场2胜8负，场均丢 2.7 球。三两队近年来的三次交手，洛杉矶银河虽然一胜二负，但两次输球都是在客场，唯一一次主场便取得胜利。奥兰多城一东部弱旅奥兰多城本赛季7胜1平13负积22分，在本轮联赛开始前排名东部第九，距离季后赛区6分。二洛杉矶银河本赛季主场5胜1平4负，主场战绩只能排在西部第八，球队主场积分和客场积分相同，状态伤停。一洛杉矶银河上轮联赛在德比大战中客场2-2逼平洛杉矶 FC， 球队在80分钟之后连入两球强行扳平比分。二奥兰多城上轮联赛主场0-2负于东部劲旅纽约城，球队迟到各项赛事三连败。三洛杉矶银河最近三轮联赛场均丢球，场均丢 1.7 球。四奥兰多城最近三个客场场均打进一球，球队客场攻击状态尚可。足彩数据，一亚盘为本场开出了主让球半超高水的出盘，受助后瞬时降至一球球半中低水，机构对洛杉矶银河仍高看一线。二主流公司日博365为本场开出了 1.335.258 的初始欧赔的组合，在相同初赔下的近六场比赛客队两平四负，但只有一场比赛净负一球以上。竞彩推荐主胜博让胜，后续五大联赛每日有精准推荐，有兴趣请关注私信我，谢谢。